所在，女施主一粒一金，何必忧愁苦恨？接待府流风采君，从生何必忧愁人？梦为英酒，富贵空，脱胎换骨求归真。归真。怎归何处啊？灭药而返本，去为别归真。请讲大事，牛外兄在哪里？三千宠爱在你身。牛王本在哪里？又是你上御医府。他是朝阳殿里恩爱情，牛王一副留恋富贵之心，可是同来宫中十余场，怎能以孤木独此于生命？这也是苦海难渡。阿弥陀佛，你有贵子。落渡东海，来日本是为弘扬中华佛法，普度众生。治了弘法尊教，老衲还得有随从弟子，向日本传授海门幻事，书法为王，四故四物等中华文化。而你精通国务音律，为何不能在此转播华夏文声呢？有此使命，还愁什么余生难渡？佛法无边，你们无界，请与施主三思。牛王是公，何
请你交付于他。